好帮这个妹妹穿春晚，已经穿好的啊，忘记录，现在帮她补录，好像没错球。怎么称呼？鬼鬼。啊？鬼鬼。鬼鬼啊，你也蛮有气质的哎。还好。你是气质跟你搭上线的，对。有时候东西啊，你半夜找不到的，你也痛。耶、yeah! ，开心。哼，怎么你穿我比你开心啊？为什么？我很开心啊。哈哈哈。就有点舒服。可是他明天会走。就是你想要很。可是我觉得还好。就还好，我觉得你这几天先这样子，不要说半夜。肿起来不舒服，没有，没办法换了。嗯，你等之后的那个，这样还好啊。还 OK 的，因为你这里比较高，有没有？其实看不到。会挡住。而且我帮你穿的很正，如果说斜一边看就会比较多。那你是林东视觉什么系的？产品设计。产品设计。再看一下感觉。还好啊，我觉得蛮好的。是牙齿，我倒很正常。我倒正常。可以，我们这样看过去，看进去，这样看过去，嘴唇不能，那个不能太上面，太上面就看到球，就是你嘴巴这样子还是看不到里面的球。啊，太下面就是我上刚刚跟你讲的，会磨到牙系带、内唇系带，会不舒服。因为年轻的时候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很好的。是呀。因为有时候家人就会。但是我觉得至少你们没有去做不好的事情，因为在外表上，因为你念的科系跟你这个说真的有关系，因为你要设计商品，当然你给人家一个特别的人，人家会比较在意你的作品。可是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从什么人，跟你说人家说你多厉害，人家也有限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在想要不要换。不要，真的怕他痛，我跟你说，到老板就不救不了你。不是，就怕你会，就怕你好肌肉，哎呀，那你之后再换啊。肿起来，你看，如果说它伤本来厚度这样子，然后如果说肿这样子，那你距离不够，它就球一直往里面拉，又拉不进去，就很不舒服，然后就肿更严重。所以如果要换的话，我大概是一个礼拜。如果说你直接要换到今天礼拜几，什么时候出去玩？出去玩。三天我可以帮你换了，两天其实也可以的。就只要不要赌。你现在我可以帮你换了，还是你要跟他赌一下？不要。为了保险起见，那么重。因为发炎，如果说没办法及时处理，真的是不舒服。好，那可以计划。计划也可以。啊，不要，要不要？耳环就算了，耳环自己有时候都会更改。刚穿有一个伤口，他怕你抽起来哈，你会紧张，然后你找不到洞，然后乱抽这样。哎，乱抽，伤口抽太大。我之前抽了两个洞，我的耳朵，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是还有一个洞还是两个洞。那我，其实这样看真的不明显。嗯。而且你看蛮小颗的，因为你这样子，你的脸是五官比较立体一点，
然后那可以全套修饰效果。你要看大一点镜子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我也有看。我真的觉得还好哎、欸。还 OK， 还蛮好看的。完了，我看我也想放了，糟。我最近还蛮好的、啊，真的哦。还不错，看啊、嗯，你问我就知道，因为我之前是帮人家做造型的。那、啊、你这样是不错的。问我也行吧，问我也行。真的啊，你要换头那个地方换。那、啊、我老板有野格哎。反正我就看我状况那如果来换也要预约的对。也行，因为所有人就很多。现在有一个是在路上，不过他今天的管就管不管了。哎呀、啊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跟他说八点半以后，他可能就可能八点到十二点吧。好，那我如果要换，再密我一下，这样好。那这个还要算对不对？这个我们第一次，这个是不算还的钱，因为都直接给客人。嗯。那就说第二个才需要钱。第二个。因为你看我们是980，然后这个藏在里面，然后实际上第一次还一直我们是卖390。嗯。那说真的，客人扣到390之后也没有贵。啊，等他算了，啊，不是像人枪打、啊、存款，可能100块到300块都能再说。可是就能存底，而且要扩大，扩大痛也蛮痛的，扩存款嘛、啊。因为他用细针，然后叫你买细针，你要被割到会裂开。对、欸。哎呀，那就比较不可能痛。好。因为我没做吧？啊？做一下。没关系，别害我。我应该是会有会想要买那种圈的。一圈的，这边就是，就是蛮厚的，戴起来你要戴到蛮大。一圈是这样子，然后它会这样子吗？对。真的很好看呢。可是它，看到有人穿这两边。你看它嘴型，你看它，性感的嘴型就是这样，它比较卷，然后你要大直径大一点，所以要你要戴到直径死的，应该不用做，我是有。如果说你带到八的，可能就可能有时候上火受不了，这里就一点细了。就是我带到十的，会不会长？就是看那个。应该是不至于。看你现在这个，你这是十的，它直径可是你这边是整个卷腹部出来这个地方啊，超过那个圆周。我是不怕痛的。那你大概觉得什么感觉？你看，你说疼痛感一到十，你觉得是多少？就是你整体的疼痛还好，像有些地方比较痛，那个就是有客人他要穿，我们会跟他讲。哪里痛？就是看不到的地方，乳环啊，或是私密处都很有感觉。那这里呢，老板？那里还好。这里跟这里哪个痛？应该是耳朵比较多，没有耳朵。他就觉得他组织不是很密集的，哎、嗯，他说他不是很痛，不用担心。他耳窝跟这里哪个痛？等一下我可以比给你看看啦、啊。好，把它用好了。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的 style。